啊，點解請 Steven 上嚟呢？因為咧，我最近發現有三粒字咧，就老時常出現，新聞又好，唔同嘅節目都好，就係碳中和。咁好多投資者咧，其實都會問啦，哇，成日都喺嗰度講碳中和，咁啊，追蹤相關嘅投資概念方面咧，其實都唔知道自己係面對緊一啲乜嘢嘅風險。